那么，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，萨玛萨布达斯。那么，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，萨玛萨布达斯。那么，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。Sama Sambuddhas。 刚才是看到了一个故事，普普通通的故事，可是给我一些蛮深的感触。我在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所读到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这么的，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不想结婚，他有一个妈妈，老妈妈，他照顾他的妈妈。他不想结婚，他只是想，当我把我母亲照顾好了，然后当母亲不在了，那我会出家去修行，寻找真理。但是呢，他母亲不行，他母亲说，你不成家立业怎么行呢？你一定要娶个老婆。那这个孩子说，不要，妈妈，我只要照顾您而已，照顾了您，然后以后我要去修行了。但是他妈妈不允许，所以在违背孩子的意愿的情形之下呢，那他就去外面呢，找个女孩子来给自己的孩子做老婆。这个女的进来了过后，他就开始嫌弃。开始的时候，他刚进来，他就看到我的丈夫，因为在印度都要嫁去哪里的很小心翼翼的，女性要非常小心翼翼的，不好的话，一旦被赶出家门就很惨了。嫁去人家的家要很认真的，所以她就很认真看她的丈夫怎么伺候自己的母亲。那她也一样呢，就照顾她的婆婆，因为母亲，这个丈夫的母亲很认真，丈夫怎么照顾怎么恭敬，她也一样的怎么恭敬和照顾。这个做丈夫的呢，就想我这个妻子多好啊，像我一样的孝敬我的母亲，那就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，都让给他的妻子吃，给他的妻子得到好的东西。这个做妻子的呢，他就想我的丈夫呢，现在一直给我好的东西都给我了，他喜欢我了，多过他喜欢他母亲了，可能他也不要他的母亲了。那他讲他就开始要制造是非了，就挑拨，就讲你的妈妈就开始制造一些麻烦在家里了，这边弄点痰弄点什么了。然后呢，她的丈夫回来，这是谁干的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说你的母亲你的老母亲然后他就不相信，因为他自己伺候自己的母亲嘛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想不行，他的丈夫不相信，他就再做进一步的挑拨。比如说那个煮的粥等一下就烫烫的，就给老人家吃，然后他烫到口了，怎么这热，还又弄冷冷怎么那个粥这么冷又要一下讲热一下讲冷，那谁能够伺候你然后又给他洗澡的时候呢，等一下一放热水泼在那老人家的背上，这个很热然后等一下又弄冷冷的水泼上去，这个太冷了。他说你一下子又讲热也是你讲，冷也是你讲，谁能够伺候你就这样子开始一直在挑拨弄他喊弄他妈妈这样。然后呢，这次的这个做丈夫呢很聪明因为他自己照顾过自己的母亲，知道不是就觉得知道是他的妻子在搞古怪了。那么呢，后来呢，这个做妻子的觉得不行了他就讲，现在给你选，在你母亲跟我之间，他讲你也选，如果呢你不把你妈妈赶走，那我要走了，我要回娘家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做丈夫的很聪明，他说我母亲已经老了，没有什么没有人照顾，如果我们不照顾她就没人照顾她了，那你还年轻你要去哪里你就去，你要回去就回去，要走就走。那这个女的
他知道他没牌了。如果硬回去，在那种传统的社会里面，如果丈夫不要你回娘家，那其实在印度到今天也是几乎了，在乡下大部分，只要你一嫁出去，你就只有那个丈夫了。然后呢，如果回来啊什么，再也不会有男人要他的，嫁不出的。在今年传统的印度很多偏远的社会还是这样子。那他就他想不行了啊，我丈夫真的不，他还是不能离开他的母亲啊。然后呢，如果我回去，我就惨了，我就很惨了。然后呢，从此呢，他就调夫了啊，就好好的照顾他的母亲啊，这个丈夫的母亲啊。那么这时呢，这个年轻人呢，就来到佛陀面前，那佛陀就问他啊，你最近好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好不好？顺不顺？那呢，他就把他的家里的情形呢，一五一十的跟佛陀讲了，讲他的妻子啊，要挑破离间，挑破他跟他的母亲。那中医呢，当他讲由他了，不理他了，你要回去就回。那中医呢，他就调服了，就做好好的。那这时呢，佛陀就跟他讲，现在这一次你没有中招，你没有被挑破到，但是呢，在过去同样的情形也发生，但是在过去呢，你就被挑破到了。当时呢，是我是帮你们调解，然后呢，你才没有伤害到你的母亲的。那佛陀就讲，就过去的那个古老的故事了。在过去也是这样子，过去也是这样，就是几乎都是类似的情形在翻本在发生，但是就是这个女的一直在挑破挑破挑破。然后呢，认真听啊，这个故事有它的讯息，有好几个讯息在里头。那就这样子挑破，挑破了过后呢，这个男的本来很孝顺自己的妈妈，但是呢，竟然做多了就相信了，然后呢，就想办法把自己的母亲呢就赶出去了。那赶出去，那个做母亲的就觉得啊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正义、真理、公正，这个正义已经被毁掉了，那里已经死掉了。他讲，然后呢，因为呢，这个女人呢，他们两夫妻呢，把妈妈赶走过后呢，还生了一个孩子。那人家，他就跟他的丈夫说：“你看，你妈妈有的时候呢，我就生不出孩子；你妈妈走了，赶走你妈妈了，我就生出孩子。你看你妈妈是多么的恶，竟然可以这样子挑破。”那这个话传到那个母亲的耳里，他想，真的是没有天理了。这样的人做了坏事就生出孩子，结果他竟然讲，有妈妈在的时候生不出孩子，没有妈妈在就可以生孩子，就把这个不生孩子的情形也怪在妈妈身上。然后呢，他讲这个真理呢已经死掉了，对于真理道理啊，这个世界上的公正已经死掉了，那我要去礼拜这个死掉了的公正。他就拿一些花啦，拿什么啦，水果啦什么啦，就去到那个坟场，就拿三个死人的骨头，那些地方都是死人抛弃在那边，就这样子腐化的，有些地方是这样子。他就拿三个骨头摆在就像烧火了，烧火了烧，然后就要煮东西。这时呢，这种情形呢，在天上那个地色当时萨嘎是菩萨，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过去做梯工的时候，他每次呢都会看人间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情，哪里需要我照顾，哪里菩萨做梯工的时候呢，是特别的小心的就看着。他看这的时候呢，他就想，这个人竟然在拜什么？拜死去的真理，死去的公正啊，这个不行。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主持公道了，不行，他就下来了就化成一个人就问，嘿，老婆婆，你在拜什么啊？你在煮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那他讲，我要拜死去的真理，死去的公正，这世界上没有了公正。啊，这时他讲，没有，不可能没有公正，我在这里，我是主持公正的。他讲，对啊，他就把他的故事一五一十的跟这个提供讲，叫天神。他就讲，不怕，老婆婆，我会让他们乖乖的回来孝敬你的。那么他就过去了，就教训这对夫妻，说他们怎么样伤害他们的母亲，这样子不可以啊，怎么样教训。那么被提供教训了一顿，这个两夫妻呢就乖乖回来找他们的母亲呢，拜跪下来祈求忏悔，然后呢把母亲带回去了。那这个情形呢你们听了这个故事
这是佛陀讲的故事。你们想一想呢，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其实有好些东西值得我们去领悟的。第一，就是生命的模式。那个模式，你看那个女人，她就是挑破的模式，很奇怪的那个业，那个模式，她这一那一辈子，她就做这种模式，她到了未来世，她还是在做。人在做人家的媳妇的时候，还是重复那个模式，很奇怪的。在我们读菩萨本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到很多生命的模式一而再的重复啊。但是有一个差别，那个做丈夫的、做孩子的啊，那一次他糊里糊涂了，但是呢他有受教训哦，他受到了教训，他醒觉了啊，他的模式有点改。那个做妻子的那个模式没有改。他又在重犯同样的错误，他是个做丈夫的，他的模式有点改变了，他被挑破，但是呢，这一次在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呢，他就比较聪明了，他就觉得这是他的母亲，他不要掉进去，所以那个妻子讲什么，他还是不会听，他还是要照顾他的母亲，这个是开始模式的改变，这种通常这种业的模式的改变，是来自我们的智慧和认知，错了，我们知道这个是错的。不要犯，那个恶性循环就停了。如果我们错，我们不认知，不知道那是错，那我们不会想这个我不要再犯，那么常常那个模式就会在重复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让一种法起作用，什么法？忏悔的法。你知道错了，你的心告诉你错了，这个我不要再重复了，不要再犯了，那么这个就是起了一种忏悔的作用。所以这是一点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讯息，业的模式。这种模式，业的模式很恐怖的，就像这个提婆达多，在我们的佛陀在菩萨道的时候呢，这提婆达多就一直跟这个菩萨竞争啊、斗争啊、伤害菩萨，所以这个模式太深了。到我们的菩萨成佛的时候呢，他也做同样的事情，很恐怖的，要很小心。所以得罪伤害一个菩萨已经够严重了，那菩萨成佛了再去伤害佛，那个就后果就很严重了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。还有一个教育，其实呢就是这个老妈妈的教育，我看的是有一个感触。这个老妈妈本来都没事的，好好的，那个孩子孝顺你就好了，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生命的选择，他要出家，他要什么，他要去修行，那是他的事，他的快乐。但这个老妈妈自己也是找苦，是不是？孩子有孩子的快乐方式，但是他就插上一脚的，他就是自己没事找事，他就要外面去给孩子，逼自己的孩子去接受一个妻子。结果呢没有需要的动作他多做了自己给自己找苦，真的这个是自己找麻烦。我觉得可是这种给自己找麻烦是没有需要的。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做的每样东西是有作用我们才去做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好处，是不是但是呢，也许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做妈妈应该做的，那我们没话讲。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无端端就没事找事。还有一个让我感到很震撼的，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怎么会有人这个心可以这么样的，是这个老妈妈把自己带进这个家里，但是呢到了一个时候竟然去跟这个妈妈争。这个事情，这一类的故事我们听太多的，婆媳之争听太多了。一个做媳妇的有些时候呢竟然也要争丈夫，这个不同关系，这个不是争男朋友也不是争丈夫，一个是自己的丈夫是孩子嘛，孝顺那个母亲应该的，婆媳之间是没有什么好竞争的。但是我们听太多这种婆媳之间的竞争，两个女人其实又不是情敌，对吧？但是竟然做妻子不容许自己的丈夫对他的妈妈孝顺一点啊，关怀一点啊，照顾一点啊，这是非常恐怖的。也因为这样子的心就开始造竞争啊，恶业就造了很多很多这种事情都在发生啊。在这里特别是我觉得讲出来也是要检讨女众要检讨，这种是很不好的事。很少听到这个公公跟这个女婿之间的竞争，
凡是常常听到的都是婆媳之争的竞争，妒忌啊什么，这个要很小心。就是，但是我这种是很罪过的罪业，真的。人家本来是好好的，一个家庭好好的，你嫁进去了，你就不要去干扰了，让那个孩子继续的孝顺他的母亲，多好，是不是？做个好的媳妇，很有功德的。但是呢，竟然去竞争，跟自己的丈夫的妈妈去竞争，跟这些婆婆这样子去竞争，这是非常要不得的，要小心，这种业是不行的。因为人家是好好的，人家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你进来了让他不孝了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女人呢要特别小心，不要犯这种错误，这种罪过是非常严重的。同样的，任何时刻也是一个好的群体，好好的，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什么招数都用得出，一个好好的群体，师徒之间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人家是好好的关系，你进来了你就要破坏，这个业很严重，这种业不好犯。但是我很奇怪，有时候我看为什么会有人做得出这种事，我不能想象。人家好好的和和气气的，师徒之间和和气气的，团结的没事的，一个人进来了，他就把一个道场，一个地方，一个环境，一群人搞乱掉了，这种业不好犯，非常恐怖，非常严重，要小心。所以不要做这种破坏和谐，让我们发一个这样的愿，这样的决心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让我的到来带来的是和谐和团结和友爱，不要让我的到来产生分裂而更多的仇恨，这个要小心。特别是我们是被请来的，被照顾的，被提拔的，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还能够去伤害别人，破坏别人，那个是很恐怖的业，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造这种业。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特别有感触，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的感触，所以也是拿佛陀很多时候讲这些故事是提醒我们不要犯这些错误。佛陀讲这些故事，本身经的故事看起来好像讲故事而已，其实这些故事都有很深的生命的启示，我们深入的去体悟到，我们就可以少犯很多人世间可以避免的错误啊。第三还有另外一个教育，从这个故事里面我得到的教育，就是个做丈夫的，他很聪明，他的那在佛陀的那一世过去他杀过了，但是这一次他很聪明，他有智慧。很简单，这个女人还没出现以前，两母子好好的，她来了，自己也知道我是怎么照顾我妈妈的，妈妈怎么样自己应该很清楚，现在她进来了，事情出现了，不要相信。很简单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智慧，这个因缘里面没有这个因缘，没有这个外来因缘，跟有这个外来因缘差别在哪里，一看就明白了。但是人们常常迷惑，迷惑在哪里，迷惑跟执着啊，常常因为执着了情啊爱啊，那个做妻子的可能会用情和欲来套自己的丈夫，那丈夫就看不清了，看不清了啊，就听信了，听信了。很简单而已，没有你之前好好的，有你坏了，东西就搞坏了，你不要说你不用负责任，有错没错你也是，不然你的业也是够黑的，就算没做错事也是，那个业也是够黑的。所以我们旁观者清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冷静的心，诶，你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你还没来之前这一切好好的，你来了这一切就乱了，那也许你讲对讲错另一回事，总之你这个因缘不对，你这个因缘不对啊，这样就了了，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你就要冷静的去分析，去探索，看是不是如此，而不是随便的听信啊，这个是一种智慧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智慧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太危险了，因为这种分裂的业，我们自己无始以来也必然也有一些分裂的业，如果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就承担不起这种业的成熟。真的，任何人打仗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打仗的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人家打自己，你不用打他，所以这种分裂的这种离间的手段，我可以说几乎有进入过战场的人很难没有犯过这种造过这种业，但是这种业很恐怖，他就让你自己打自己啊，这种很危险，也不好造这种业。但是如果我们这种业成熟，我们至少要有智慧去承担呢。如果我们有智慧，这个业就算成熟，但是呢它不能够淹没我们，
因为我们的智慧告诉我们，不要中招，看清楚，不要中招啊，这是很重要。但是分析探讨一下，冷静想一想，研究一下，那么真相慢慢就会摆，也许这个夜过去了，就真相就看得很明显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很容易相信，那我们就中招啊。这个简单的智慧，有这个因缘跟没有这个因缘，看看它的差别在哪里啊。有些时候有些学生真的很会，在我们面前就讲，每次好像真的好像很对很对，后来我就宽试试看，把他调走去，没有你我看看他们还会不会这么黑。没有啊，没有你就没事，有你就有事。第二次再试一试，第三次再试一试，如果一个人他一连串有他的地方就是出事，没有他就好好的，那你肯定是问题。就算你不是心肠很黑，你的业也很黑，真的有些人他可以真的可以修的，但是呢他的业就是不对，他总是去到哪里那边就要出事，去到哪里那里就要扫火。好，那我可以慈悲你，我也可以原谅你，但是呢我不用相信你，我们就小心。这个人不是他现在有错就是过去有错，肯定有错，不是现在错就是过去错，现在你没有错但是坏事还是发生，肯定是恶业成熟。那你太多恶业的人最好还是让一边，不要去干扰别人的正事，这很重要，这是一种处事的智慧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样子来看，不要再随便听人家讲，我们要看事实，有这个因缘跟没有这个因缘，很简单。一个道场里面也是一样，有些时候怎么好像要乱起来了，试试看，这个一出去了看看怎么样，没有他就好好，有他就乱，那他有问题。不管心肠是有恶心有没有坏心都好，他有问题。那这样子的人最好还是闪一边让一边，不要站在主要的位置上，很危险，杀伤力太大。这种智慧我们要有，看结果。所以还有一样东西觉得很重要的，就是这个团体的和谐很重要。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样的简单的故事来启发大家，提醒大家，然后怎样能够预防离间。为什么？因为宗教团体的那个和谐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让我们看看，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。我们讲忤逆罪，忤逆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杀父杀母杀阿罗汉，让佛身出血，没有人可以杀佛陀的了，佛是不会杀，不怎样，没有人可能杀到佛陀的，因为佛的业就是不会被杀死的。但是你可以让佛身出血，这个业很严重。还有呢，破僧团和合，这是忤逆罪，而且在这五样里面最严重的还是破僧团和合，那直接下比地狱的，这个业非常严重，我们很小心。当然破僧团和合它有一些技术性的条件呢，但是呢不是说你避开了一个技术其中一个小条件你就罪过就没有了，破僧团和合都是很严重的业，很严重的业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。那么既然破僧团和合是很严重的业，为什么很严重呢？我们要明白，因为僧团业破裂了分裂了，谁会相信佛陀的教的法？谁能够有心安心的修行？不能。为什么你们跟佛陀的教育，大家都谁也不相信谁，你也不相信我，我也不相信你，而且呢大家也不相信僧团，因为呢你们分裂了，好人跟好人分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肯定是坏人，肯定是不好，他们哪里还会有法？我们在家人都不分裂，僧团分裂啊，你哪里会想？我们做生意的人都不分裂，他们这些修行人分裂，谁还会相信法？其实不是法的问题，是这些人分裂的人呢没有法才会分裂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法，然后呢人与人之间不要去搞这种修行界的里面的分裂，不好，这个业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不要破僧团和合。那一样破僧团和合严重，破一个宗教群体的和合也是一样严重，也是非常严重的，它效果也是一样，它原理也是一样，只是说僧团是比较严重，但是如果四众弟子也分裂也是严重啊。你看有些道场他只要一分裂了大家的信心都没有了，布施者信心没有了，信众的信心没有了，他们自己的信心也没有了，所以这个很严重。所以我们要让我们下一个这样的决心，让我避开犯这种错误。不管我心里多么不开心，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，
不要因为不如意而报复而造这个恶业。我们应该让这个人跟这个人不满，他跟他不和，我们应该跟他讲，让他们和谐，叫他们互相原谅，叫他们互相宽恕，告诉他们我们人就是不圆满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醒觉到我们自己不圆满，我们就很容易包容别人和爱护别人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以为自己很清高很圆满，这个错我不会犯，那个错我不会犯，那么这样子去批评别人所犯的错误，这样子去，那么呢，我们就很难和谐，很难包容，很难原谅，很难宽恕，很难爱护。我们自己觉得啊，我不圆满，我是一个不圆满的人，大家都不圆满，让我们大家互相包容对方的不圆满，在不圆满中学习和进步，共同学习和进步，互相的原谅，那团体就会和谐。所以在一群人大家都认为自己不圆满的人群里面，他们都是很谦虚的人，谦虚的人不会容易斗争的，斗争的人都是傲慢的人，以为自己圆满，瞧不起别人不圆满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谦虚，这种认错的心啊，自己会检讨自己的心。贪嗔痴是不能有借口的，在佛陀的教法里，不管别人错得多离谱，你起贪嗔痴就是你错，真的。为什么？多一个贪嗔痴，多一个苦因。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这个只是苦果，但是我们去加一个苦因，这个是我们的错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这两样东西很重要，一种就是我们不要造这种恶业，第二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一类的恶业成熟，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，不要掉进里头，不要掉进里头。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是，为什么要强调？除了我们讲好的法，讲善法，讲欢喜的东西，有些时候我们也要警惕。为什么？警惕我们一路上陷阱，真的很容易犯错，太容易犯错，也很容易着魔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警惕我们这个路上的陷阱，那我们很容易犯错。那一犯错，有些时候呢，有些错误是没有回头路的，一直到它产生果报，也就是很难回头。所以不要犯这种一错无法回头的错误，小心一点。无法回头不是永远无法回头，但是这一辈子无法回头，或者是一直要到下了地狱才起来，这也是够惨。不要造这种业，小心一点点，谨慎一点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查自己的心，只要是起贪嗔痴就是错。如果你不起贪嗔痴，那还有希望，有些时候不小心犯什么错都好，还有希望忏悔。但是一起贪嗔痴，那就要小心，不要行动，直到自己先克服自己的贪嗔痴，自己的烦恼，这点要小心一点。特别是在宗教的群体，在修行的群体，我们要小心。所以师父祝福大家能够健康快乐平安，然后希望你们都能够成功的克服所有的弱点，所有修行的障碍，所有的烦恼，然后呢培育所有的善法，戒定慧所有的善法，愿大家所有的善心愿皆能如法，皆能成愿，愿大家最终都能够提证这个圣道圣果涅槃，彻底的从这个轮回苦海跳出来，了生脱死。好，我们大家发愿回向：一南无本愿，阿萨瓦伽耶，瓦杭诃多。一南无本愿，尼巴那斯，阿伽耶诃多。一南无本愿。Sabba Satanam Baji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hantu Sadhu Sadhu Sadhu